第三章，这是第三章，第二排，第二排第三章，这是第二章，这个是第二章，后面要撕第三章，一二三，干嘛排到哪里去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你这个有的不好撕，没意思，怎么撕？我这个双面胶在哪里？双面胶都人家画的背后了，双面胶在，你这个是不能画。这个是大家正在整齐吗？这张为什么没有撕下来？对呀、啊，第二排下排就是最整齐的。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第二张的。不是，第二张是看起来，你是右一点，第二张是你啊，是你先拿，这是第三张，这是第三张，那第二张是你啊。轻松画画组布置完毕。对呀、啊。我们那个谢谢老师哈、啊，这个，我说这个是一个卡片哈、啊，这个，哇，对，那我是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有个小礼物啦，谢，小礼物送给老师，感激，啊，这个没有帮到大家忙，谢谢。卡片是我设计哦，太棒，谢谢。不知道我是说借这个机会来，这一次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一起来研讨这个绘画的这种各种技能啊各方面，这种方式可以接受，可以啊，可以啊，很好，免费请客，很多老师给他讲。现在我就讲说大家自己。放假以后啊，就是说你们自己在家画，我希望讲几个重点给大家讲一个。我觉得你们，我看到你们现在画画状态，第一个，你们那个颜料一个态度，一个位置，像 David 其实他画水彩画嘛，但他就是在一个位置停在那个地方，一直第一遍下去觉得颜色不对了，他怎么就一直在那边去涂那个，那你就整张就毁了。所以说你画过你就画过了，就是说你整张构图上面你哪边上色，上完色你觉得不够，或者你要整张来看不够的时候再去加，还是用原来的方式，一种就是你纸上有水，一种就是你笔上有水，这个当然笔上有水的问题就是很容易造成那个水渍的时候，你就是拿一支干净的笔。沾了水以后把它弄干，稍微把它扫一扫，把那个痕迹扫掉，基本上就 OK 了。还有就是大家这个透视不那个素描方面，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我多加强，就是说素描的哈，就是我们为什么画拿着人家老师那个画完的稿跟那个我有些我会把那个实景照片找，他有出实景照片，我照给大家看。目的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景，假如我们去画的话，就好像照相机一样，一笔一画在那边画，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动机，就是其实画画基本上还是要思考，怎么样配比是美。那一些基本原则，这种近大远小啊，近实远虚啊，就是这样。所以这画东西不是说一定有什么规则，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基本上，比如说你现在上色，你天空不上好，
你后面再去画房子、画树，结果画完以后看觉得天空颜色不对，你要再去回头去照天空，你是不是树跟房子都影响到了？所以说这一层一层的东西啊，大家，哎，我今天好像也带两张那个给大家盆牌或者露牌，大家家里面都有种一些盆栽，对不对？那你如果照着实景，你就画个阳台上面放了很多盆栽，一盆一盆这样，很没有趣味啊。那这主题是什么？他就把他种的花放大，那阳台变背景，这就是关于你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哎，你觉得这其实一个很平凡的一个景物嘛，那你处理起来，用这种观念就是说主次啊，大家主次观，你们见画东西很在意说，哎，我这一块没画好，那块没画，你要想画的东西在哪里？主要的东西你把它掌握好，后面的都可以虚掉。哦，就远景就是很虚，像那个上次说画画还是要用思考，就是我们看着人家画的东西，我们还在思考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哦，这些东西是我提供给大家参考，最主要还是强调大家不要怕颜料挤这个。